好，然后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是最近要怎么增加自己的人气跟魅力。哎呦哎呦，不错、哦。最近怎么增加自己的人气跟魅力？不管是在人际关系上，或者是在感情上，都可以参考这个。好，然后一二三四张牌今天是盖着的，大家凭直觉选出一张。一二三四，凭直觉选一张。哦，这是不能看了、哦。对，这是不能看。凭直觉选一张。哎，那你要选哪个？我不选那个。操！不可以这样，凭直觉。哎，那里有两个三，这里有两个二。是啦，是啦，要死就死到底，是。是吗？学哦。好哦，那没有人一，那没有人一耶。有人一吗？没有人一吗？好，观众，那我有人观众，看观众，观众，观众，那把你们要想要打，把它打出来，看你们这一二三四里面有没有。我先把牌打开好了。观众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我要选，大家可以趁现在选一下，快把你们答案。这样子，跟你讲最好是四。哎，可是哎、欸，我想询问一件事情，通常呢，这种东西是可以看到牌的去选，还是不要看到牌去选比较好？看不同的题目。哦，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这一个题目是盖着的，后面的两个题目都是打开的。哦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先看一喽，没有人选到一，就一最好这样。最近是。自信、成就、完成规划会让你比较有魅力，就是好。最近啊，就是可能是事业的成功啊，或者是努力工作，因为那个钱币皇后，这张牌是钱币皇后，钱币皇后。全面皇后代表的是，他是土象星座的，所以他是很务实的，所以他在完成他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会非常有自信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他会比较有成就感。酷哎！好，再来谁选二？不错啊，我这边。OK， 好，感觉就不错的。二是他们两个选的是专注、认真、虚心学习。嗯，好。二是那个权杖侍者，然后他们在，因为他们对于未来有自己的憧憬跟想法，然后会有无限的渴望，所以会有成长的动力。那他们在认真学习的时候，会很有魅力，会让人觉得哇，好正。所以现在就是出门的时候，手上都要拿一本书。小时候认真学，看到帅哥的时候，马上在他面前翻开书。可以。哎、欸，他刚才说看到帅哥的时候往我这边指，没有好不好？到底哪来这件事？从哪里看到我往你这边指？没有，好，他们可以往前面指。刚刚选到三的是谁？你呀、啊，那边两个，你也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三的人应该还蛮开心的。我超困境，困境，是另第四个吗？你贴反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完了，我第三张牌是这个，我帮你瞧，你继续讲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直接这样讲，好，怀抱热情，精力充沛，这个是三，就是对，这个是三，不好意思，好像是应该要瞧，我帮你瞧，你继续讲。好 ，OK， 好，他们就是像小孩子一样，在玩乐的时候，或者是做有热情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发光发热，有活力，这个时候最有魅力，对不起，最有魔力，好。然后讲到这个，我又要讲到我们是不是这是你说这是什么牌？这个是太阳，太阳牌。对，我们真的是要拜托大家抖内一下我们。你看那个小魔女很辛苦，每次都要这样，小魔女连猎印都没有办法，大家真的是要抖内一下。要工商时间。好，刚刚抽到三号牌的人啊，你们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在玩乐的时候跟在做自己有热情的时候最有魅力，所以最近可以出去玩一下，或者是带你欣赏的对象一起出去玩。好，刚刚哎呦，所以就是很有活力的概念啦。对，就是你们很有活力，在做自己有热情的事情的时候会最有魅力。最有魅力。再来是第四个许生瑞选。其实到底你最近是不是真的很困境啊？哎，对，刚刚我从头选到尾，好像都没有。对啊，刚刚很困境，可是其实他在讲的事情就是，你在这个困境中坚持是你最有魅力的时候。对，所以这你在坚持着成长啊，然后在困境中反而更能散发光芒，因为你们的内心非常的富有，其实在困境中还是会让人家觉得你不是那种意志消沉。好，所以说可能我在卖肾的过程有个护士会看上我，所以他没有想要，可能那个护理师会觉得哦，这个人还蛮帅，我叫你先去洗再去卖，这没有用了，你们不要花那么洗的钱啊，我都要卖掉了。所以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最近虽然有点新。辛苦，但是不要难过，因为你们在这种辛苦中努力的时候，你有想要内心富有吗？你们非常，你说我内心富有，是他们本想要很富有，但不想要内心富有。对，可以，这个富有，不错。好，这是第一题。